just run ahead. I'll be waiting at the end. Oh, come, just come along. It's not just a simple dream. You know, ah! It's time. Spread your wings and fly to the sky. 7月16日，我们将在世运主场馆迎接全世界。高雄准备好了，等着全世界到来。第八届2009世界运动会将在7月16日到7月26日热烈展开，为期11天，多达31项的国际运动赛事，精彩、顶尖、世界级尽收眼底。此刻，全世界将看见高雄。这里有经过2008年暖身赛测试的高雄综合体育馆，以及全新完工的开闭幕演出场地世运主场馆。主场馆是由国际级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所设计，标榜环保节能的绿建筑，都是迎接各国选手的国际级竞赛场馆，更是高雄市民足以向外国友人夸耀的世界级运动建筑新地标。所有的竞赛场馆也已经依照国际标准修缮升级，高雄是您可以全心托付、全力竞技的城市。3个年度的暖身赛，高雄在实际的操作中成功验证了累积多年的筹办能量，包括场馆更新、主转播媒体、认证及计时计分系统、场地布置、志工服务、交通食宿安排等，圆满测试了4年来点滴的辛勤投入，让我们有信心迎接7月的来临。高雄市正进行最后的全力冲刺，除了在国内举办各项大型宣传活动外，更远赴国外行销世运，热烈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到高雄来参与2009年的运动盛会。高雄市长陈菊诚挚邀请您一起为2009世运加油。